常说社团恋爱呢是大学的必修学分嘛，那么但是呢，现在的大学啊怎么这么奇怪呢？大家宁愿低头宅在家玩 iPad 就好了，这也让许多的社团因为招生人数不足，竟然就倒闭了。那么有大学生就直言，待在家上网打电动的回家社人数都比其他任何社团还要来得多。像是文化大学、高雄应用科技大学等校参与社团的学生比率，这十年来从50%降为30%，而政治大学包括了摇滚乐赏析社、童军团也都相继的关闭社团了。